它是让掉下去的，它怎么打它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晓得呀，不得，也是今天好多钱，三百块的。看一下他后半身遭压到没有？看一下他膝型，先看一下他膝型，看他反抗不？好乖呀、啊、你啊！快要把后面的石头拗起来才有发。但是他这个石头好大，好重、哦，小心点，别碰，别碰。哎，不要踩那个，不要踩那个。哎，这是啥？踩那个太疼了。哇，这么长！乖乖，别动哈，别动。哦，不给吧，轻轻试一下，出不来，出不来、啊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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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不来，看来只能抬这个石头了，来都帮个忙，帮一下忙、啊、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，哦对对对，师姐，好好好好，对对对，哎对，搬到正门吧，就是他体型太大了，绳子哇，眼睛已经出血了，他这个脚他是怎么到这个下水道里面的？十二斤几的，不知道这怎么进去的，我们你们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救助站的，乖乖，好久多年前啊，这是一个狼狗哈，它是怎么掉进去的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掉还不掉？好，谢谢哈，谢谢谢谢。等它恢复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它有一只眼睛已经充血了。拜拜。行下去，没得留下。我辛苦了。那辛苦你们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辛苦辛苦。你让他试着踩，站起来看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到医院来看一下。牙齿全部剪过的。剪过的？嗯。人为剪的。嗯。那你认为他自己能转的那么整齐吗？我靠！全部剪完了。把他的牙齿剪掉了，给他测了个犬瘟，然后他的鼻子还在出血，鼻腔已经坏掉了，眼睛也坏了，手上摸不到，现在给他抽个血检查一下，血管都摸不到，没有血，贫血了，他们说在下水道里面爬了有一两百米，在里面找出口，给他查了一下，然后各个器官都有一点衰竭，需要住院治疗，现在把他身上给他弄干净，然后可以住院了，他这个太脏了，一般宠物店不会接，我们只有自己带回去给他处理这些身上的脏东西。